一级学个Q，没想到居然是打积木，我可太开心了！哎呀，没想到是打积木，我可太开心了，我开心死了！ 那蓝枪跟螳螂干上了，给你个镜头，刀锋要死啊！ 别！我先杀这螳螂吧，打不过。你说那寒冰玩个 AD 啊，玩个 ADC， 一级不去下路补刀去。 跑来中路去跟人打团啊！我们已经记住这个寒冰了，在接下来20分钟以后，我将不可能让他玩得了这个游戏。我们刚才这荡妇二连给用了，只能买双鞋。 挠，拔了一个，有点烦啊，这先回个血，等个三级啊，等三级就好打了。 还有传送啊！呀，这 W， 哎呀，摁慢了，也不是摁慢了吧 ，CD 慢了。这一波看看 Q 一下吧 ，Q 一下能补一个刀，顺便还能把兵线给它清进去，然后我们回家。 是你中奖了吗？不是哟，这是一个叫还好呀呀呀呀的这个兄弟。有的兄弟啊，中奖了以后呢，就直接发支付宝姓名。我每天直播下播了以后给大家发奖。如果你11点多，或者是凌晨。 你再过来给我，就是私信我说是这个给我发你的中奖信息，我就只能明天给你发奖了。但你不要着急，别一整挺惊讶的，挺惊恐的，说这个是不给我发了呀？不是啊，是你自己回慢了，我就只能明天给你发了。 把它放出来啊！这积木马上又得死 ，Q 到就死。没事，我们的 Q 比他 W 快。 这跑的是真快呀！这。 都打不了一手，你别让我练着你啊！
死了，点盐，挠挠挠挠，回个血。为什么感觉这梦魇没有皮肤回血回的这么少呢？下这积木啊，打不死就拉倒，无所谓，就当我们养猪了。我都已经抱着一个必死的心态跟他干了这波。先换扫描，他交没交闪现？他交了，一开始，他交闪现了，看看他推不推啊？这一波他应该是没有闪现的，我们可以闪现杀他。他哪交了？一开始交了呀。我的闪现一开始是交的，然后刚才好了，他的闪现应该还没好。之前他交了。我不用你一个刀也不补，我跟你说。交闪，先把他雷给他拍了。好，跟我皮，七秒钟以后死。三二一，给我死。他是主 Q 的吗？哎呦我操，这致盲时间这么长。哇，这一波有点伤啊，早知道我等个 W 再杀他了。哎，真烦死了。哎，他防御塔了，我得先出个吸地海。这样我们大招吸地能快一点，捡吸地快一点，能多杀他几回。细节吃塔皮，细了吧？草丛里边等他。
后退。我自己杀他。哎，螳螂还跑过来了，给我杀了这个螳螂，我让你多管闲事。哎，为什么不翻墙啊？哎呦我操，这墙给你翻的。8秒一个扣还行，我出门我也没啥出的你知道吧。现在我们杀他就只能等大一个大杀他一回吧。大招吸地太慢了，100来秒一个。这玩意儿跑的是真快。这里边有眼儿啊，等一波，等6秒。在这等他，我看他什么时候出来。他 A 这一下这个刀他就要死。把他塔皮都给他吃了啊！这波是13分钟，赶紧把他塔皮都吃了。回血，螳螂也死了，我能安心的吃塔皮，不错，应该能给他都吃没。我攻击力很高，应该能都给他吃没。走了，我估计走不掉了，算了。这怎么能踩到雷了呢？这位置这个雷一开始为啥没踩呀？这怎么可以会有个雷在这里啊？我不能接受。我们现在有个问题，到底是杀这个吉姆还是杀他们家寒冰？我决定先多杀一杀这个积木，再去杀寒冰。我不杀寒冰，我要杀积木。你们谁也拦不住我，我要杀积木。我不用你有闪现，那都没有用。这致盲时间好长哦，几秒钟啊，这是。看能不能把他二塔给他拔了。
差一点点。先来个血色之印啊，决定了，这把就杀这基因母了，先杀基因母，太恶心人了，今天不把他杀个十五遍，我就不叫蓝林汉。这是什么情况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然后积木出了春哥女妖金身，你觉得他能出得出来吗？他得首先得有钱吧，我让他出门就死，他哪来的钱？对不对？他得有钱呢，他没有钱他怎么出啊？我在这等他，本来我能上高地，我不上，我就杀他积木。这小寒冰你也别狂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这看见眼儿了，这里头有个眼儿，我挺闹心呢。别急啊，我们不在这儿了啊，那螳螂可能找我来了，我们在这儿待着。中路没有队友，走上高地。好，有闪现。他们去打峡谷先锋了，跟我有啥关系呀？打就打呗，那没办法，打就打去吧。可以去，确实，去看看。那我们小龙吧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先打个小龙。这大招时间还是有点慢。哎，啊，因为其他人我没杀，我得先杀点其他人啊，那我得杀一波寒冰啊。哎，那我得先杀一波寒冰，然后我再杀一个吸血鬼，我再杀个石头人才能行。哎，这不行，这得参个团啊，我都给忘了，我这都终极猎人。就你叫螳螂啊，别给我死，我是怎么大招冷却时间这么短，怎么不够呢，这大招冷却时间我们还得要一个石头人的助攻就行。寒冰啥皮肤？斗破，那个叫什么？斗空枪骑。破空枪骑，对，破空枪骑。我们先跑啊！
你们真是不想好了，我这一看呢，给我把石头人杀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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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入了快跑。这一个致盲是真恶心的。把这个卖了，我看看我们再出个啥啊，我们可以出个九头蛇，其实收集者，收集者吧，来个收集者，收集者配九头蛇或者是配大影魔刀，我配个大影魔刀吧，对面 AP 有点多，我正好加点技能极速，还能配点魔抗。这个石头人我得杀，差一个石头人没杀。致盲是真恶心，杀个石头人回家。我操，这吸血鬼啊，这吸血鬼无敌了，这吸血鬼。露露没给大，但给大我估计也打不了。这致盲太烦人了，这个致盲。你先往后撤一撤吧，这致盲时间可长了，能有2.5秒我估计。没有闪现，没事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哎呦，这剑帅啊！二龙戏珠，寒冰在这里，完了，空大了。哎，这大招范围也太短了。刚到位，嗨呀！等一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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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招死，空大了，兄弟们，等一等吧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下边再说吧。等我啊！打这个，对，没有视野呀，那耗子搁那打红，我们封龙吧呢，这怎么龙还让人给偷了？你说，我一看那螳螂就不对劲儿，你知道吗？把风龙拿了，想打也可以打，我的队友在哪里？先杀这吸血鬼吧。不行，这不能上啊！哎，换了一个，还剩个吉姆。
我们家耗子让那个螳螂给偷死了，要是耗子没被偷死还行。没想到最后居然活下来的是个鸡母，个老鸡母。你把塔守了吧，那追不上了，他不能在那回城，你守塔吧。这波我们去上路，下路有线儿，虽然有线儿啊，但是不去下路。这波我们去上路，看看能不能去上路逮一个。先把上路线儿给他推过去。寒冰杀了得了啊！一个人还敢带线儿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波中路三个人来螳螂没用，我们直接上高地。那螳螂我三下我就把他挠死。积木来，直接把积木一杀，你死定了。这吸血鬼也得被我挠死。到了，溜了，八秒钟有大，把这积木杀了啊！我没明白，一个小破石头人为什么敢过来找我打？哎呦啊！哎呦啊！你给我死！哎呀，差一点点没 A 出来，这一个平 A。靠，这控制效果太长了，这。下一步我们去下路单带啊，我们去下路单带，随便逮一个人，然后上高地。下一件装备出点啥呢？得整个春哥不行，我先来个春哥，换个鞋呀。鞋是五技能激素，现在大刀40秒一个，我把鞋卖了多少秒啊？我把鞋卖了48。没差多少啊，这就少了8秒钟。行，把鞋卖了。螳螂咱不杀啊，杀不掉，这玩意儿有位移，不好杀。要杀就杀的积木，贝吉亚要过来。吸血鬼其实得等，肯定有人，这附近指定全是人，我们别着急啊，我们别着急，千万别着急，别急，急肯定是急不得的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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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少人，那寒冰没来，把这打了。我们带下路啊，你们先别打，等我带啊，等我带一波线儿。也别打啊，我这带线儿呢。
头人是什么东西这么幼啊？菜呀，这人也太多了，这搁这里呢，搁这里呢，搁这里呢。把螳螂杀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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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撤！这石头人怎么能幼成这个样子？怎么打不动这玩意儿了？好幼啊，真的是好幼。一会儿看着石头人的第一瞬间，我们是跑，而不是跟他打，你知道吧？下回记着点啊。哎，这烦死了，回回大波，膈应死了人。不管啊，你跟我打，兄弟。你在开玩笑吧？你跟谁打？你跟我打？剩几个人？他们家就剩一个吸血鬼跟一个寒冰了，是吧？你好。没恐惧到，哎呀，干吧，这队友呢，怎么不上来呀，兄弟，上来点两下是不是？把他杀了，我们直接把中路给他推了。春哥没了，春哥没了，换黑切吧，一会儿。先来个愤怒合计，我很愤怒。下边寒冰没闪现啊，记住，没闪现。这薅着，真的这薅着，这薅着就是从来就是这红 buff， 只要快二十秒刷，他就一直在那等。一直在那里等待，你说你这波回家俺们这大龙怎么整？我看能不能偷他们家一个吧。别介，别介，别介！哎呦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！操了！连踩三个雷，哎，真是头痛。不走野区好了，应该走大道的。走野区连踩三个雷，哎呦！哎呀，头痛啊！换个扫描吧，要不？换个扫描吧。又少了一波杀寒冰的机会。其实也不用换扫描，俺们家这老些扫描，四个扫描还少我这一个扫描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不少我这一个扫描，这石头人干嘛来了？
寞干嘛来了？这寂寞怎么的？这寂寞，给我一波，我一寻思这蓝枪就得够呛。等一下薅着啊，哎呦，先飞的吧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一？红拿不了了，100%拿不了了。打完快回家啊！那个红珠我刚才拿我就会死，不能拿了。回家再来个愤怒合计吧。下路单带，这螳螂不杀，快点去！那石头人过来找我来了。怎么死的？这是？哎，你连螳螂都打不过啊！啊，他们打大龙去了，那我们上高地。上完高地我们撤啊，把这积木一杀，杀完我们走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家亏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家是亏的。哎，薅着把他收了。这不能一波了吗？这 nice 啊，可以一波了。真他娘的肉啊！这是啊，这还能给打死一个？那咋那么肉呢？那怎么打不动？哎呦，好肉啊！等一会儿啊，在这儿，先把这寒冰给我杀了，再杀这吉姆啊！我今天必须得杀了这石头人，真肉啊！风龙龙魂其实不是那么特别重要，去上路把上路推了吧。那螳螂有可能找我来了啊，小心点，我们现在打不过他，
我第一没照，我第二我没有春哥，在这回吧，我能打过吸血鬼，但我打不过这螳螂。走，回家。明显有视野，有就有呗，没关系，有视野也可以上。来黑切吧，这也抠不动啊，这石头人儿。怎么玩都推不下来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去下路啊。满血我能打得过这螳螂，但是我就怕它跑。他如果跑的话，我们就打不死了。我的这个下路需要一个寒冰，或者是一个积木，或者是吸血鬼任意一个人过来收。要老是这个螳螂收，就有点烦了。我才是你的噩梦。走，你踩雷了！哎呀，我死了！你能点死一个不？给我来点作用！死一个漂亮！刀锋给我杀，还剩俩啊！得，这两个人没有意义吗？哎，一波三换三，这刀锋没有意义。哎，哦，闪现五秒，好了，这两个人还让对面两个人给杀了，这要破高地呀！哎，我活了，我用命看看能不能换掉这个寒冰的。春哥啊，这都不行。还行，把他春哥给换了。招地掉了，不太好办啊。别死啊！别死，别死！回家守一下的，漂亮刀锋，给我杀！反一波，这还不能反一波？给我反一波，快！这蓝枪送了，蓝枪，给我推！真累呀、啊！能不能推得下来？给我推，或者大龙，这都行啊。推个高地吧，把这个高地推了。那两个三个打两个还打不过吗？应该能打过，把高地推了，我们还有远程英雄。快后边后边！哎我的妈呀，真是！快把高地推了，快推塔！这可管不了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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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急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去打大龙，我们就推下路，这得有所作为，你知道吧？
推洒漏。快跑！一定别回头，一定别回头！快跑，有多快跑多快！三路一破，对面一路两个超级兵啊！把这卖了，还是要春哥。但是死人了呀，这咋整啊？把这积木收了，蓝枪抢一个，蓝枪抢一个，我操！这也行啊，这也行，兄弟，这也行，就这水平，我上了，我闪现，哎呦，哎，这可怎么整？哎，刚才上寒冰好了，靠了，怎么这么多人儿？哎呀！而且寒冰有大，肯定也生气呀、啊。这波我们有问题，我们有问题。我本来我可以杀个寒冰再走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可以杀这寒冰，我杀他好了。我看着后边有吸血鬼，我一慌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突然之间我有点慌。快给套个盾。但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还是有容错率的。这怕啥呀？啊，对哈，得怕一怕，我们少个人，速度推，等我，马上来。快！速度推，速度推，速度压一波。他们家吸血鬼还27秒啊，我们应该能赶得到。翻个头，正好五个人，刀锋还有 buff， 挺好啊。寒冰春哥有了吗？还没春哥，还行。没有队友啊，这那队友都哪去了？啊，那队友呢？给我射！漂亮，兄弟们！妈打一半人全没了，这怎么玩？我们打了50分钟，等会儿我把这积木杀了，别着急啊！你奶奶个腿儿的，打不动，溜了。拿下，50分钟精彩大战。